捷克總理費瓦拉在查理大學為布拉格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受害者獻花。以色列星期五對加沙南部的空襲造成6人死亡，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戰爭造成20057人死亡。印度反對派聯盟星期五連續第二日舉行抗議活動，抗議莫迪政府暫停140多名議員的資格。土耳其內政部長星期五表示，安全部隊在土耳其各地發動攻擊，逮捕了304名涉嫌與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有關的人。星期五一場風暴直卷北歐，導致樹木倒塌，北海沿岸發出洪水警告，德國部分地區鐵路受到干擾。